谢谢观众的热情掌声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窃教书》，是一段传统的小段老节目，二位说得很好。后台的中流砥柱，一个叫烧饼，一个叫曹鹤阳，对，二位加起来刚四十来岁，都是年轻嘛，都很年轻。说得很好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对，这场呢又把他画上来了。换一场，沉重的、隆重的跟大伙儿说。叫沉痛的，隆重的，我好好的，隆重的跟大伙介绍一下，介绍我，这位老师，陈老师，他叫孙悦，是我，孙老师，陈老师，相声演员，对对对，说的年头也不短了，可不短了，说的也很好，您夸我，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，太客气了，那是郭德纲，你给我说的，你不要当我面批判是吗？你也不错，你侮辱我。口齿也很伶俐，你谢谢，表演也很大方，您瞧出来了，说相声这么些年了。朋友们，人家每个月发的工资，说相声挣的钱怎么样？都不要。我浪的我。原来你是浪的呀？什么的？废话，我说的我挣的钱我不要，不要。我干嘛呀、啊？我玩儿。有钱。哦，不在乎这点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发那个工资卡。好嘞。你是要给我钱吗？啊，你是要把这工资卡给我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经理说了，是啊，这是您应该得的。我不要。哎呦，我有钱。我有钱。不在。这个我不要。不是，这是您应该得的。您付出劳动了，这是您的劳动费所得。不要。大总。你看义正言辞的。不是。给您吧。接着呗。不要！我走了，你再给我，啪啪啪！左右喷出四百多个大嘴巴，经理吓坏了。不要，不要就算了。你要死了不是我杀的。人家走了，我怎么这么疯狂啊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干嘛这么狠呢？有钱。有钱咱也别这样，太有钱了，有点钱。就中国啊，这么些个银行，每一个银行啊，都有他的存款。我也是临车费的啊，真的都有他的存款，都在哪儿赚？太有钱了，可不就是？好家伙，别往外边说这个，一会儿这你是什么坏人啊？今天在座的观众。有可能是有钱人，那就咱听我说的多，住着这个大别墅，哎，对对对，开着大车，是世界知名品牌的车，哦，世界什么什么夏利王啊，什么知名 ，QQ 霸道啊，哎，得了，您这 QQ 停错地方了，是不是？啊 ，QQ 霸道，什么比亚迪、法拉利啊，都不挨着的呢，这都没准儿，哎对，都是有钱人，哎，但是您再有钱，没有人家有钱。哦，这还小有钱一点，人家那个车，您都你都没见过。我这真正进口的，七手的奥拓。我的车是没见过，都七手的奥拓。七手的奥拓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实数吗？啊，那是七吗？你比划的。是啊，你比划什么呀？这是九。这是七，这么有钱不识数啊？谁呀不识数啊？这是九，你比划九啊？这是七。哎、上面是平淡。手癌，这叫什么话？食指癌，没听说过。谁手这么平啊？反正是七手的奥拓，有点钱。车牌照，清 A 的，嚯，青海的牌子，清朝的牌子。清 A， 清朝的牌子，清朝政府的牌子。对，机关里 A 嘛，那机关里。什么胡说八道？清朝政府要有汽车，皇上八国联军撵上了。八国联军开的是明 A 的，明朝政府知道隋 A 吗？隋朝政府啊，秦 A， 秦朝政府，女娲 A， 男主 A， 什么都不懂，知道秦 B 吗？
别蒙我啊，脑筋急转弯。钱币，秦始皇时候的钱币不对，怎么不对？秦始皇那会儿的出租车，哎，怎么琢磨的？币就是出租车，您跟高智商去。秦欧呢？秦欧我哪知道啊？秦欧什么？警车呀、啊！你说你编瞎话有意思吗？十分有，十分有没有？青黑的，哎，有钱呐，我有点小钱。好家伙！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去年，年前呢，准备开着车走上亲戚。哦，年前把亲戚都转了。哎，去走到亲戚，好，带着媳妇儿。哎、哦，我媳妇儿轩然。哦，我哎，轩然，跟自己的父母呢，你能？我媳妇儿怎么叫轩然呢？对啊，我说那名字没说身材呀。跟身材有什么关系？叫轩然呢，取这名字。有个成语吗？轩然，引起了轩然，不高兴，不高兴，我不，我很满意那个词儿的，这个当人名儿有点不好听的，多好听！你不是我媳妇叫轩然，你丈母娘起的，我丈母娘，我丈母娘叫什么呀？有容。哎轩然，哎，跟自己的父母告别。哎，我死去，我这什么叫死去啊？什么叫跟父母告别呀、啊？说声再见。哎，那就是死去，知道吗？怎么说声再见，小华？那怎么说？就是出串门打只招呼。对了，哎，跟自己的父母说一声再见。哎，上石家庄找自己的亲爹去。哦，对吧？走亲戚啊？你等会儿，这今天走得太深了，这。到石家庄找自己的亲爹。嗯，我家里跟告别这个父母是干什么的？是你的亲妈和后爹。是这样啊，亲妈后爹啊。对，这里都有一个故事。他父母啊，结婚那天晚上啊，他父亲跟他母亲玩了一个捉迷藏。他父亲藏起来了，他母亲呢找了三天没有找到，就改嫁了。哦，这我妈还是至坚呀，这、啊、后来你亲爹呢就流落到石家庄了。哦，流落到石家庄哈。哦，说那是我亲的。怎么说呢？哦，其实你是北京的亲妈和后爹的孩子，石家庄那个是亲爹。啊，怎么那么乱呢、啊？你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我怎么叫活珠子？我怎么叫串吗？没串。你说清楚了，你得知道。反正就看自己的亲爹去啊，就看我前夫那边儿。前夫亲，我爸说的，前夫亲啊，姓钱吗？就是我妈的前夫，不是我前夫对吗？好吧，你别惆怅，知道吗？我比你还闹呢。说不清楚了，反正就选。说声再见啊！对，哎，开着车一路西去，哎，开着车一路西去，不是你干嘛自己死的？我得开着车先往西走，再往南，上京石高速。对呀，京石高速。说清楚了，西去到那个收费站呢，它的九条啊，九条。这是老九条，请那个高速的条啊，拿票。哎，刚有九条，他媳妇说了：“这是轩然呐，你别打，就是这个人。”这是我媳妇的条件。这是他媳妇说了，别打。他媳妇说了：“什么老公，我打一个电话可以吗？”我媳妇这么牛逼，废话当然可以啊。嗯，打呗。好的。喂，妈，我走了。我跟他妈说一声，我走了。你是不打算回来的是？妈，我要走了。这会儿呢，他取完了条要走啊，拿完票，轩然拦着，开车，轩然就拦住，等会儿，再说。哎，妈，拿完票走啊？干嘛呀？后边等着呢，排队呢，走呗。嗯，我让你等会儿，知道吗？妈，那什么，我要去石家庄了。
走啊，干嘛呀？后边催着。你不知道吗？怎么呀？过了收费站算长途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这娘们过得真细，过日子嘛，是不是？太过日子没有，走你的吧。废话，那路上聊去呗。走，我给你送河北界去。开着车就走了。上高速。上高速开了没有十公里啊，出事儿了。啊？出事儿了。嗯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爆了。爆了。不要胆怯啊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爆了，爆胎了。吓我一跳，我把车炸了，我的轮胎爆，爆胎，左后。哦，左后，这边爆的。他开着车呢，我开着，左后。哦，左后爆了。啊，就听噔一下爆，他就问他媳妇儿，他怎么？轩然，啊，轩然，你去看看是不是爆胎了？啊，看看去，去看看。他媳妇说：“好的，老公。”过了有十秒钟吧。啊，他媳妇说了。老公，我去看看可以啊？你是不是应该停车呀？是不是憋着吸气呢？有点气儿下来，他媳妇走过去一瞧，老公啊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真爆了！怎么这么没羞没臊啊？爆胎了！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还得往前走啊！得往前走啊！他媳妇很聪明，想主意啊！他媳妇儿。抱起这个轮胎，他抬起油门走。哎，你等会儿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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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家用人也忒费啊！我踩油门啊，我媳妇抱着胎跟着我走啊。不是，不是，你看，怕那个轮毂坏了。轮毂坏了，我媳妇是肉的，知道吗？我媳妇也怕坏了。七手八脚过了前驱。对吧？不是你媳妇这么狠的用法，他媳妇，你媳妇我也不能用啊。你媳妇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我错了，行了，没用行吗？多别扭！往前开，他媳妇后面追着，对，太难受了。等到下一个服务区，哎呦，必须不拘，那可不吗？到了服务区，他媳妇去买了一个气筒。哦，你等会儿吧，我媳妇缺心眼儿吧我。缺心眼，哎，气筒子管用啊？到服务区那补胎去呀？补不了，怎么了？人家放假了。哦，过节啊？你看这不寸了，买了一个气筒子，那管什么用啊？他媳妇就跟那打胎，哎，没四个错子，何为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跟这打胎像话啊？打轮胎打胎吗？打气。打轮胎的气，打轮吧，打轮吧，就打胎气挺好的。没有，给胎打气。对，给胎打气，反正就打打胎嘛。那管什么用啊？打气，打了有40分钟。哎呦，这么短，就觉得鼓起来了。因为这个爆胎呀、啊，跟扎个眼是有区别的。爆胎是扑通大，扑通大，只能打，使劲打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。这个痛快呀！哎呀，打了40分钟，就感觉差不多了。哎，40分钟差不多了。媳妇，赶紧上车走！啪！一踩油门往前走。哎，行啊。哎，走了没有5分钟啊，就感觉瘪了。打40分钟，我开5分钟。我这抢时间呢，跟他们。那眼大呀、啊！那眼大我这。来，那个轩然漏气了。轩然，你去看看，是不是没气了？还用看吗？那你什么时候停车呀？我憋着媳妇死了，这媳妇走过一瞧，真没戏了，打胎吧。媳妇身体还不错，爱好也打胎，这就是好身体状态。这回打了50分钟，哎呀，拍吧，开4分钟。哇，多打了好胎，打了1个钟头，开3分钟，越来越短，简短截说吧，嗯。到了晚上了，打一天，那半夜都快12点了。哎呀，
他媳妇打胎打得不行了，还好好地儿快死去了，有点不稳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这个胎你打好了吗？你难为我一点，我不行了，我快死去了。行了，我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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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什么？那个气管子在哪儿呢？啊，气筒子呢？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，后边。哪儿啊？后边，后边哪儿呢？后边，那个红棍儿就是。红棍儿都打红了。哎呀，我说的真惨，让那气管子打红了。我媳妇好好栽啊。简单来说，第二天晚上到保定了。我的天哪，两天还到保定？到了保定这个服务区，哎呀，两口子打胎打的都不行了，这也体力活儿的，都快死了。这会儿他想出一个好办法，我想出来的，对，想出什么好办法？叫快递送轮胎。我早干什么去了？两天我在前面，你就招我。早想起来就没有打车的乐趣。哎，对对，我同事就是打电话叫快递，你还别说，快递还真快，非常快递，五分钟就来了。哎，对，五分钟我两天知道吧？抱着轮胎，亲，哎，这脸上都泪水了，就是您的轮胎吗，亲？是我的轮胎，哎，亲，是这样。需要我来给您换上吗，亲？啊，我们什么都会。哎，我们是个大快递公司啊，我们手艺可好了，亲。哎，你这亲我都牛了。需要我给您换上吗，亲？好，换上，换上。三下五除二，人家给换好了。这会儿快递说话，说什么？这位亲，啊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啊，问吧。您这个车有备胎吗？废什么话，废什么话？当然有备胎了。算我没说好吗？我这不是吹心眼儿吗？我说，亲，交钱好吗？亲，一共一千六。哎，我多少？一千六啊！一说这，他媳妇快疯了。我媳妇急了。多少？一千六。一千六啊！还不如我打胎呢。不中。还不如我打胎气呢。我不想花钱。一千六。是不是要分了你啊？把我媳妇儿，这位女亲，别给人亲人行吗？你息怒，这是我们的规定。您是这是个好轮胎，哎，一共1600，请您交钱好吗，亲？交钱吗？没有。哎，让开！雪儿脱了。没有。那不行，亲，给钱好吗，亲？这样吧，嗯，咱们各自退一步。怎么费 啊？我刷卡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亲，我带着泡泡心的心，没难住人家。你能去死吗？你亲，亲什么亲？刷卡吧。他媳妇也没办法，掏钱吧，掏钱。哎，把钱给人家，人家快递骑车就走了。哎，他骑车来的。对呀，骑车五分钟都到了，我开车两天还。我的天哪，你就哪辈子？哎，你还说这？哎呀，就快递前面骑车人走，我俩两口子开着车后跟着，哦，跟着快递了，生气呀，又生什么气？一个轮胎一千六，是不是要疯了你啊？那怎么？不行，我得撞死你！哎，什么话？没有这样的，我撞死你！别别别，撞死你！那不对，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不能这么干，真撞上了！哎呀，当撞上了！哎呀。快递当时不省人事了，撞晕了，撞晕了。哎呦，他媳妇害怕了，是吗？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老公亲，这怎么办呢？老公亲，那不是跑你这儿来了？不省人事，怎么办呢？老公，我都害怕了，老公。撞了他就没拦着我，正说着呢，打那边过来一辆警车，哎呦，警察的车，哎呦，这不坏了？害怕了，让看见了，他很。聪明，我怎么了？急中生智啊，把快递
顺到自己的车底下，身子在车里头，那我什么我露在外头，刚弄好，警车过来了，由在上面下来两个警察，就问他，我怒呢，这位同志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哈、啊，修车呢。哇，这招高了、哎，这修车怎么趴那修啊？那就没事儿。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问什么？从这儿到石家庄需要多长时间呢？我问路。你算是问对人了。你算是问对了。那得看什么车了。我您这车估计一个钟头，我这车估计还得两天。还是过夜了。好，谢谢同志，再见。啊，人家走了。警察走了。哎呀，这两口也走吧，走吧。一踩油门，哎，走。没买快递，弄出来了。哎，你好。我在这压死你！快递啪啪，两大嘴巴子抽醒了，哎，人也走了，嫌弃啊！往前走，哎，大冬天啊，得聊天啊，这事儿没事干，长路漫漫，无心睡眠，哎，对，干嘛去呢？就得聊天，聊着得说说话，那就说了，嗯，老公，嗯，老公，你说啊，你说这个是阿童木快呢，是超人快呢？我想过题目啊，老公，你说你，我真说嘛，老公，我就挺说挺快的。嗯，要我说呀，超人快，我聊天，因为超人呢，他飞得快，哦，飞得快，阿童木快，怎么阿童木快？因为阿童木是一个胳膊，啊，超人是俩胳膊，哦，所以说阿童木他阻力小，哦，一个胳膊风阻小，哎，超人没有阿童木快，哦，不，超人快，阿童木快，咱俩抬杠，超人快，阿童木快，超人快，阿童木快。撞上了，哎呦，撞护栏上了。对了，撞护栏上了。哎呦，他们两口子从这个挡风玻璃那儿，噗，窜出去了，撞玻璃飞出去了啊！哎呦，他媳妇半天才爬起来，是吗？还保持在姿势呢。老公啊，老公怎么了？我说阿童木快吗？行了，我在你前面哦。你也比我轻点儿，这个。两口子站起来啊。干嘛呢？摘玻璃。这一脸的玻璃碴子。老公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别帮着摘了。哎，阿童木快吧？大陆跟我相处，哎，搁这边打。哎，行，中不中啊？这漏的气啊！你也打开呀？别听错。哎，走。难受。那是扎一点玻璃，我难受。都弄下来，两口子上车要往前走。啊，继续开，继续开呀。两口子也能伺候我，美好的旅程啊！哪儿美好的？刚要开，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没有挡风玻璃。挡风玻璃都在身上呢。大冬天呢，哎呀，没挡风玻璃啊，那愣开吧。那多凉，灌风。开了没有十分钟啊，他媳妇说话了。我媳妇说什么？老公，老公，你说。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护心毛的原因呢？啊，我冷。他不爱你。废什么话？废什么话？我有护心毛，我也冷。废话，大冬天灌风啊！怎么没有挡风玻璃呀？对呀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，老公？哎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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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，老公？哎，后面有纸壳味儿。纸壳味儿，纸壳味儿。那个轮胎那个纸壳味儿，嘛用啊？好主意，把送轮胎那个纸壳味儿。哭在这个挡风玻璃上，就当是挡风玻璃，你还能吗？哭在上面，要哭在上面呢，待不住啊！我废话，你刮着掉了。他尿了一泡尿，没有三分钟冻上了，固定住了。我租了一个方块。哎呀，往前看，你先等会儿，别看，这胡说八道。怎么了？纸壳子挡着往前看，这什么都看不见。对呀，啊对，对呀，他不撞了那一会儿。他很聪明，规划凭记忆开车，凭记忆哦，我认识这个蛋，不是怎么呢？开着车把脑袋探出去，看两秒钟，开三秒钟，哎，我的多累，哎呀，行了，我看着你开一会儿啊，哎，行了，我再撞到那对车上脑袋。
媳妇儿歇会儿，哎，挺好。哎呀，他媳妇睡会儿，嗯，看着看着又坏了，怎么了？又出事儿，又出什么？草不成树，怎么？堵车了，这可以堵车了，要这么开就死半道儿了。堵车了，得开始堵车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一辆拉猪的车翻了。运猪的车翻了啊，这是难免的事情，多热闹，高速大车又多、啊、开得又快、哎、躲闪不及，有可能就翻了，翻车了啊，翻了一辆拉猪的车，哎呦，高速上好些猪啊，好啊，好多个警察跟那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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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乐猪啊，哎呀，开一瞧就高兴嘛，我还高兴呢，轩然，轩然老媳妇儿怎么了，老公哦，睡会儿干什么呀，干嘛呀，一个姑姑等着啊，等会儿吧，干嘛？他就出去了。我干嘛呢？逮猪去了。我占人便宜去。哎，哎呦，你还别说，到这起的，逮的还挺准，逮着一个，可能是同类。这个，这是他的习性。我没听说，我知道你的习性。逮了一只猪，嗯，把车门打开，放进去，啪，车门一关，你别忘了啊，他放在驾驶员这儿了。放到保鲜桌上，哎，俩猪蹄搭在方向盘上，猪还挺会坐，再看他媳妇儿，嗯，懵懵懂懂醒了，老公，老公不说话呢，老公，你瞧清楚了，哎，眼神不好，废话，那也不是老，那是人模样，那个眼神不好，老公你说话呀，老公，我能说话，你吭气什么呀，老公，老公，你见过。野猪也行，哎，来这叫什么话，拿你当野猪了，没听说，他还说的挣扎呢，别瞪我，我是人，对呀、啊、警察还说呢，说什么，你怎么证明你是人，对了，我都说话都不行了，我都说话了还不行啊，我还怎么证明啊，我还怎么证明啊，我真行，我真行，我那行，你就这么生气吗？废话，你说我话，怎么证明你是人？他把身份证掏出来，哎，这好，你看看。警察一瞧，猪，还真不是猪。快拿身份证瞧啊！来吧，哎呀，走你的。哦，放了。这会儿呢，就弄得差不多了，也疏通了。嗯，两口子开着车往前走。好，这猪在这块呢。简短截说吧。嗯。第三天下午到了石家庄了。我的天哪，从北京到山东走了三天了。到了石家庄得交那个条啊，交高速钱，哎，把条交过去，收费员拿条一瞧，什么表情啊，这位同志啊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，您是从北京来的吧？对啊，到石家庄去是不是？对啊，这就是石家庄啊，您从北京到石家庄怎么走了三天呢？太他妈了，你们都干什么了，在高速上干什么了，三天，他媳妇说了，这你不知道吗、这你不知道吗，太有精神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高速上我们逮猪啊，我们比亚同步啊，哎呀，我们叫快递打开啊、哎、呀，没有啊，啊，都叫快递打开，我们自己打开器啊，哎呀，我很多事情好开心哦，我媳妇没心没肺，行了，我也不问您了，八十块钱您交钱找您的，八十，把钱交过去，到了石家庄，嗯，出了收费站高兴了，火到了，哎呀，唱个歌吧，因为爱情，哎呀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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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下面就得了，车停那儿了，方便，没油了，把三天也没加油，哎，没油了，哎呦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轩然啊，你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又飞啊，这油能退出来吗？你打了，这连油都不加了啊！没听说，这怎么办啊？找人吧，找人。我看前面不太远，那是收费站吧？我眼神不好。是，加油站，不是收费站，加油站。
咱们加油站啊，不太远不太远，正瞧着呢，打旁边过去三个人，哦，过几个人啊，他拦着那三人，同志同志同志，推点车行吗？哦，包门，推点车行吗？包门推个车，行啊，去哪去啊？加油站，加油站，咱们加油站，三千，哎，车三千，他媳妇快死了，我媳妇拼不得钱了，我告诉你，住手，那你好。就是你这样，正常一嘴真六，我打了一路大我们，有你能要我们三千啊？你是人吗你？啊，他说了，对，不干，没办法呀，赶快告啊！老公，你太缺德了你，对吧？哎，也没办法呀，啊，总算是推到了这个加油站，是啊，人要钱呢，啊，同志交钱吧，三千块钱，我们三个人一人一千块钱，是。他媳妇说了，没有，哎，没到啊，没到，没有。哎呀，没钱，坐这模样，我给钱。对呀，他说了，老婆，没事啊，交五千都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他说一句话，他媳妇也乐了。说什么呀？没关系，交五千都没关系。是啊，我一直踩着刹车呢。哎，让你。